立秋，是由热转凉的交接节气。初秋时分，暑热未减，但随着阳气渐收，天气逐渐舒适凉爽。中医养生之道提及，秋天燥热之气容易伤肺，立秋过后，注重滋阴养肺的食疗之外，亦要注意精神调养，保持神志安宁，以适应秋天的容平之气。岁月过，韵味醇，世上传承的味道。